因为疫情的原因，国外的很多重大施工项目受到了影响，同时波及到了设备制造业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我们的海外销售额依然实现了逆势上涨。截止到目前，今年的海外销售额比去年上浮了30%。我们也充分考虑到国外的疫情情况和客户的所在国的特殊情况，不能去亲自赶到工厂进行验收，我们也创新了验收的方式。采用网络平台，采用直播方式进行验收。